行。注意一下咱们的形象啊，不要这么没见过世面，好不好？好，下面一直在跟我们的朋友打个招呼。因为你们很想听那句这样，所以在这里给大家雷句这样的国内的首次舞台。没错，我先废话两句，让一星简单的稍事喘喘气，好不好？我喘完了，喘完了已经没关系了，喝口水。好的。同时靠谱。其实我知道这个一星刚刚发布了一张新专辑，是不是？叫做《梦不论雨林》，是非常有诗意的一张这个专辑的名字啊。现在有没有在2019年有没有一些计划开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呢？有没有这个计划？你们想看吗？那我今年开吧。哇！在座的各位，大家会不会来？一定来吗？一定来是不是？一言为定啊！好，现在请工作人员从第一排用我的手机收一下门票。开玩笑啊！好，下面的舞台还是我们一星的舞台，让我们把时间留给张一星。哎，过来过来。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有个 DJ 台，是不是？有个好朋友是哪一位呢？他是一位有名的 DJ。他非常的厉害，他是得过2届格莱美的提名 DJ producer。 Let's welcome Steve Aoki。